姐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新秘书的人事档案啊，怎么了？你之前的秘书有什么问题吗？硕士毕业给你做行政助理，我不明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 就是因为太满意了，人家一个好好的硕士生跑来给我当秘书，太屈才了。我看着人家既又给我打扫卫生，又给我送饭呢，我都不忍心了，真的。人尽其才嘛，我把他安排在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上，这对咱们整个公司都是有好处的。哼，你以为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面，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吗？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你和林美雅、陈哲之间不清不楚的事情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处理好这个女人的事情。三天之后，我不想再在公司看到她。为什么呀？林美雅怎么了？工作是工作，她跟那陈哲早就分手了。她现在就是我的秘书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清者自清。啊，就因为公司的人说我就要把她开了呀？那不是变相承认了吗？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你为了追林美雅，故意要开除陈哲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多坏的影响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怎么说我能管得了吗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们两个就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，我做好自己的事就得了。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了吗？什么事情都只想着自己，你有为别人考虑过吗？你有为公司考虑过吗？ 现在这件事情，只是在公司内部流传。如果要传出去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欧氏集团的笑话？你才来公司几天啊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？我看公司早晚有一天会毁在你手里。 之前您表达的很清楚了，我根本就不想接受这个公司。虽然我不太清楚爸那边的想法，但是他很关心你的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千万别多想好吗？爸的想法你会不知道？你要真的不想干预的话，你来公司干嘛？你不是最讨厌坐班了吗？嘴上说不想接受公司。 可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在挑战我的权威。原来我只是觉得你任性、幼稚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任性幼稚的背后，还藏着虚伪。这一点你跟爸真像。姐，你一定要这么说吗？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。自从你大学毕业后，你整个人像变了一样，你对我越来越冷漠。你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你小时候对我多好啊，爸工作忙，妈在家一个人喝酒。那个时候只有你。你那么优秀，我一直很庆幸你是我的姐姐。 我一直以你为骄傲，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难道就因为我是爸的亲生儿子吗？我从来都没想跟你争什么，真的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所以你还是那么幼稚，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。你不是我，你不会明白我的感受。 总之，现在我以集团总裁的身份来命令你，立刻开除林美雅。林美雅没有违反公司任何一项规章制度，我是不会开除她的。